南韩外交部星期二表示，首尔同北京在北韩核问题上秉持共同的目标和原则。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赵俊克在首尔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韩中两国都不接受北韩的核计划，并且反对他从事核试验。韩国和中国人잘아시다시피그赵俊克表示，南韩和中国对待北韩核计划的目标和原则是一致的，两国坚决坚持反对北韩核计划以及是它的核试验的根本立场。赵俊克还表示，韩中两国之间的和睦关系对巩固朝鲜半岛和平是一项关键的战略资产。우호적인한국과중국과의관계는他仲表示，从中国的北韩政策可能会受到韩中双边关系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而北韩的屡次挑衅行为只会增进韩中的关系。